我是壮，咱的以后咱得好好给人说了。就别了啊！你今天四百四十五人告死你呀、啊、哈！那陆叔叔不请你们三样的哈，那我砸老腿！你真的老了，我是两地人惯，不要生气。阿明啊，你看我在金阳中，我总有护脚叮当闹叮当，这要不查队友，马上开笑。哎呀，是我来了了，别了，来快点！阿明、啊，结婚了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莫安尼生哦，看查甫人你就傻，你人生出一个歹，目睭细细兼无鼻，而且穿个靴靴，你爱敢会流乱啊？死白死无人教死我，你讲，你死死啊！你没说咩？你还不讲你家己哈？你讲别个这么歹听，我讲老爸了好嘛？你有老爸个安怎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老爸个是无咧，你家你老爸个是老糊涂啦！你老爸要老爸嘞，我怎么找你干嘛？难道叔叔不亲你生我啦？咱来借问下吼，啊，你是丈夫来什么时段？啊、我是伊的叔兄。你一个叔兄唔是老爸吗？嗯嗯。哎，敢无爸母？哦，有啊，哪会无？你会发应该的，无啊！你安尼无存大无存细，你讲早嫁未嫁，讲来伊无爸无母。无啦，我甲讲伊水爸水母呢。讲啊好。师傅啊，这么远的距离听不到伊啦，我若敢袂上云安尼？伤过听哩，你拢安尼哦，甲我爬去头壳顶咧放尿。是啊。我有一件真严重的代志要跟你讲。真严重的代志？对。我来讲，我的代志先甲我处理。要唔讲我的代志嘛真严重啊！我决定，你若答应我的话，我今生为你做牛做马，自由山、自由顶拢无问题。唔免讲啊，严重，无油滴啊，就倒山吼！你若真正是我后生哦，这话我足甘心的。也唔过，你一细汉，我就甲你饲大汉的，我嘛甲你当作正是咧看待。叔，你若答应我的话，你看到无？这两万，给你一百。哈！我跟你讲。我这件代志，你先阿处理好势，我绝对会先转你。谢你强听，你去演什么歌？我才是跟你说，我想叫你体验无。哦，你讲阿里山吗？阿里山啊！阿里我知啊，我带你去个一支尔，牛山。牛山，我阿你讲观音山。观音山是咧泡温泉遐，无啦，迄、那个观音山的所在，遐有一间迄个尼姑庙，尼姑庙，你内底找一个讲白云山林，白云山林，你甲伊讲师傅的名，关东大劫，伊就知影。我当初时有一本秘籍咧交代，秘籍交代，你秘籍以后是要传互你的，是我传教之宝。你赶紧给他拿走回来，没问题，那你我马上来去。叔，这尼姑庵白云山林是查甫查某？当然是查甫的啊。哎，那做尼姑庵，那种庙寺内底，吃菜的人毛男毛女啦。原来是安尼，我马上来去找。哦。